不知道三部什么时候拍真人版，但动画片我没看过，同学给我推荐过，但我没看。征服者点燃版幽灵几部？愚蠢的小孩！怎么是 AD 扛他呀？不是我在扛吗？我扛，我可以闪现出来，为什么是 AD 扛啊？他急了呀，他慢一点就好了。每一步都在计划之中。Link spree. Enemy double kill.好，压得好。不是你这里面说砍的有一个是刷礼物的吗？你摸着你的逼脸，你都不害臊吗？
前分到我中路就好了。这波吸血鬼死的人可能是四层塔皮，我操，这波吃麻了，回家直接杀人输吧。别的装备都是对自己的侮辱，感觉。没有杀人输。坏了，急的。哎呦，完了，没压住。哎呀，累了。你搁那晃你老妈呢，兄弟。给你机会你不把握是吧？你知道你最小丑的是什么吗？你自己小丑被我说到了自己难受的地方了，你看兄弟们快别看他一起点了取关，你看看有一个取关的吗？啊，真自以为是，自己像个小丑一样懒得理你。哎呀，你还真把自己惯出毛病来了。然后回你两句话吧，说到你的伤了你的自尊心了是吧？啊，大家一起取关，你是个鸡巴呀，他们要听你的，你不照照镜子，叫你一声弹幕，你真以为和其他人一样了啊？真是他妈的心里没数。最他妈消除的就是你这个。谢谢茄丁的飞机哦，谢谢茄丁，嗯，爱你哦，茄丁，谢谢。他们都看你不就得了呗？反正我是自愧不如。关键为什么我平常我现在已经很少和弹幕对了，为什么我今天忍不住啊？我真的就很烦这种人，你要真不喜欢，你要走你就走，你离开我直播间，也不是求着逼着你看一样，你看你走就你走就走了，还兄弟们我们都走，兄弟们我们都别看，兄弟们我们都退订。啊，我真的我很讨厌这种人，你乐意不看就走呗。那你说这话就说实话有点恶心了，虽然我知道也没有人会理你吧，但是我看到这种弹幕我就嫌你恶心，我就忍不住说两句。弗雷尔卓德复兴，这贴近点，不然被动会吃这个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冰女的被动啊，就辅助这种工资装，冰女的被动是吞的，不给你涨钱，但是会吞。辅助没闪看不到。他老司机也还可以啊，伤害也是有的。
哎，这个辅助的 Q 真的好烦。他这号隐藏分很高，兄弟们，白金一晋级赛，这排的都是些大师。因为这个号是我亲自操刀的，你们懂吧？我会让瓦斯塔亚。这没死，兄弟们，还好有25帧数。完了，血滴。操，他们家不要五个人冲出来杀我。妈的，真的过分啊！这帮人超级冰清了。